这个要从大概将近20年前嘛。那我爸爸本来也在家里也觉得很，就是很苦闷，没人陪他，很寂寞。那自从去了秋林以后，他好像整个人就觉得回来的时候都很高兴，所以我就在2003年，我就自己出资成立了一个才家基金会，用音乐来帮助这些老人，哦，让他们可以借助这个音乐的力量啊，也可以回到童年啊，或者是享受一下音乐的这个乐趣啦。照顾了上千百的这些社会上需要的长者，对，那这个在弱势儿童这一块，我们也是现在扶持了6所学校，对，那包括育幼院，对，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在我们能力范围能够再扩展，可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做的是有品质的。对，遇到张云山老师，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董事开会要这个推动921灾后的音乐教育。那我们也想说，这么远，可能从台北没有办法找老师下去，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透过很多管道要应征老师。那刚好云山来应征，对，就也是很，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啊，很巧。然后跟他聊。他竟然是南投人，对，这就跟我们在这个要南投推展的这个921灾后的这个因缘有很类似，很 match， 对，所以他也很愿意回馈他的家乡。那我觉得，也因此这样子，我们才有了这个机缘，大家一起合作。在这样一个自然的氛围里面，他们对整个声音的敏感度，对整个艺术表演那个
流线自然的流畅的部分呢，他们是很有体会的。所以不管是在体育或者在艺术的部分，我们的小孩子事实上他们本身是自己的擅长跟专长的部分。南投县台南国民小学指定曲流畅了，因为我们这边的小朋友上台表演的机会比较少，像我们校长就觉得小朋友好像自信心不足，而且上台表演，尤其不管是单独了，单独的那是更不用讲，那团体有时候四五个人上去也是很害羞啊，那所以其实渐渐的他们会比较敢上去表演，那我们校长也借着说星期一的机会，就让他们有做才艺表演，借着这种合唱，他其实他就知道说怎么样去配合人家。才能达到他们一直一起想要的那个目标的。嗯。谢谢你。谢谢彩霞，有这个机会让我从城市到乡下来服务。其实应该是说，彩霞成就了这些孩子，可是这些孩子也成就了很多人，包括我也是，我也是从里面学到很多。那我的上课方式技巧也都是从这边磨练出来的，所以变成说我到每个地方我随便就可以上课，这是真的，因为这边真的是零，然后可以磨练到一个老师成长很多。那所以合唱团这两年来成绩好吗？非常的好，太好了，因为只有一年的时间哦，我们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也尝试很多，说因为我们小朋友很少在那么大出去比赛，所以校长说既然练习，不管成绩好不好，就这一年我们我记得是90学年度，就应该是去年2011年。就报名参加高雄市的音乐比赛，不得了，我们荣获，因为我们是分三区，我们是代表东区嘛，我们是参加东区的比赛，我们就获得冠军，然后代表高雄市参加全国赛。雨山到我们学校也是一样，我们家长都说，哎，你们音乐教育进步很多，非常感动很多我们的家长啊，感动我们的家长啊，我们是希望吼彩霞基金会能够长期吼跟我们民主大爱吼做这样的一个结义，一直协助我们，不管我明年退休也没关系啦，彩那个雨山还是要来啦，这样。心中泛起了一副
所提出来的要求或者是需求，那他们就会帮我们找到这方面的专业的人才。那一方面就是小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的背景的关系，所以他们其实在课业的成就上面并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们本来开始是觉得如果孩子有一些别的学习，可能会增加他的所谓的成就的这个成就感的部分，那我们就觉得哎，孩子在学习的过程的确有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也不是小孩子将来一定要他成为音乐家呀或者是什么，但是希望为孩子找到一个很好的兴趣，然后他从中间有得到这种自我成就的感觉。非常的感谢那个彩霞基金会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我就是代表我们全体的亲师生啊，一同来感谢彩霞基金会。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张老师相当的认真，相当的用心，想办法呢来提醒这些小朋友。在这七年当中，其实小朋友学到的其实蛮多的。那第一个当然是音乐素养上的加广跟加深。那我觉得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感恩的教育，因为我们一直跟小朋友说彩霞基金会来到学校绝对不是偶然，那我们小朋友有这样的机缘接受帮助，那你们要很努力，那以后长大了如果有机会，那你们也帮助社会上的人。我们社会大众对于原乡的关注其实是很多的，是很多的，只是说他们通常比较着重在于现金的发放或者是物资的提供，可能都是一些奖助学金，我们常常看到送书上山巅啊，或者是送爱上云端啊等等很多，只是说怎么样去协助学校然后在教学上去做精进的，就我碰到的彩霞基金会是第一个。彩霞在这方面的付出我觉得是肯定的，那他完全就是孩子喜欢，他就会持续给孩子更大的支持，然后是希望是采取永续经营，不管是校长换了或者是团队换了，只要是孩子表现得 OK， 学校支持，那我们执行长的立场都是持续永续，让这个学校的那个合唱团或者乐队一直都在，这是我觉得很佩服基金会的地方。立了这个一个基金会以后啊，那么也得到政府机构啦，还有其他的基金会的认同，所以他们也乐意赞助跟我们一起办这个活动，所以原先差不多在五年内所有的这个基金会的捐助都是我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达到60%是我捐助，40%是其他的这些个人也好或者是基金会赞助，所以还有政府的，所以这些都是后的肯定，那么所以我也很高兴，心意的努力终究后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心人士的这个认同。想要走过这十年啊，对，当然还是要感谢所有的这些赞助者，对，然后尤其我的父亲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发挥这样子的音乐上面的投入，对，那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们，对，那当然还有总统夫人钟美琴女士，她也是彩霞非常多年的合作伙伴，对，那我想有这么多的关注，那彩霞会继续努力再走下去，对。